这个小房在这盖的已经有十几年了，现在已经没办法在里面居住了啊，因为这地方也我们好久没有过来住这边，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翻新，重新盖一个新的，然后以后呢，我可能就大多时间就居住在这地方了。我们今天呢就过来把这个木房把它给摘了，然后有今天又遇上了这个大雨，搞得都湿身了。搞地方的，你杀嘛就是落的多呗。你来了。他杀狗嘛落那个。你来。开始拉喽。那对门。妈，你几人？拉拉公母嘛。拉公母。能不能把它给拉下来？哎呦，怎么都不懂。在这边来养那个蜜蜂是很不错的，你看，全是大山，花粉又多。我是有这么一个打算的，到时候把我的蜂箱全部都搬来这山坡上，然后在这开一个房子，还是很不错的地方。